以前念书就只为了考上所谓的好学校，然后进了之后，其实就反而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感觉就只是糊口饭吃的感觉。这个太难了啦，你这样文言文讲的时候要用小孩的语言，他听不懂了。好，再来一次。好，什么是功夫？打架。打架，好，有没有其他那个想法的？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错。有没有其他的？我觉得少林足球。有想法，很好很好。功夫这个从字面上的意思呢，最初跟这个功夫相通。这个功夫跟这个功夫差别。再说呢？以后长大就知道了。好，这个功夫的意思就是学习各种技艺的过程。技呢，你看有个手，然后有个肢。暑假一开始，台大山地服务团即将到台东县海端乡的雾鹿村，为原住民小朋友带活动。电机系三年级的陈佑维是这次营队的总招。他正在模拟教学，听取社团伙伴和指导老师的意见，看小朋友是否听得懂。怎么样好好保养自己？然后就讲要注意，不要打架，不要用在。好，雅音老师他其实他规范都蛮严谨的，就也不是严厉，就老师他标准都会跟你讲清楚，就是很学习到老师做事的方法。就是有条不紊这样子。我这样这个力是比较大，然后如果是肩膀的话，又更大，对不对？是以前没有，就没有真正接一个这么大的职务，会有点小紧张啊。并且我们在三福会花蛮多时间，投注蛮多心力的。可是，反正总到就想着怎么把工作分配规划好，给那个每一个人。这是佑维第三次上山了，对于行前的准备他还是战战兢兢。雾鹿村位在山区，交通不方便，加上社团的人手有限，很多东西都必须先寄送上去。这是 最容易碎的两个东西。其实这样还放得下吗？还有其他零食吗？我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饼干？哦，就是那个小朋友的奖品，就他们表现好的话，就给他们鼓励一下。这个应该奖品一定要丰富，对。对，其实这次买的比以前多很多。另外一箱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教案，就是当模特的打扮，准备了一些我们不用的衣服，还有一些配件给他们，可以剪剪贴贴。对，就是你们每一代，然后造成什么生活上面很大的方便。我觉得最大的困扰是食材耶。因为山上虽然他们就是是务农的，但是他们就是种高丽菜啊、青椒这一类，番茄，那它就是比较不会有肉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上山就感觉就是，反正我就是要很脏，反正那些虫我都不管它，然后沾了泥巴我都不会在乎。在台北可能沾了泥巴会把它拍掉，然后有虫的话会把它赶走之类的。可是上山我就当作自己是去一个山地的感觉，所以我就不会在乎那些东西。恭喜我们要开张照，怎么样？来雾鹿村不浪痛回啊，穿成精神啊，加油！以前的三福是都是同学自己那个在带自己出发这样子，然后都没有老师在旁边帮忙，所以以前他们就更苛难。可是现在就都有以前参加过三福的老师来当我们指导老师，然后其实就还蛮幸运的。台大山福社成立于1973年，当时正值年轻人百万小时奉献运动的发起，希望号召大学生奉献一些读书时间从事服务工作。台大山福社选择了南横的台东县海端乡作为服务据点。
我们留下来最珍贵的遗产就是跟村民的这些很珍贵的友谊啊。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些很感动的这些精神跟这个珍贵的友谊能够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学生。一个对，过来这里就好了。OK。要去哪里？哦，那个带小朋友来上课。你好。其实大部分小朋友自己都会先起床了，然后这样就在家里等我们去带他们。喂，你好，你吃早餐了没？没有。怎么还没吃？跟你们早过去大概会有几位？十几个了，因为他们其实有另一个部落，其实校车会开过来载过来。美女。现在去。为了提振小朋友的精神，每天的第一堂课就是早操唱跳，让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充满活力。就因为他们要刚起床，早上就让他们跳跳舞，精神会比较好。刚看到的时候，他们都蛮害羞的，那就你就跟在他旁边，然后跟他说说话之类的，然后他马上就会黏在你身上了。就是没有像都市小朋友防卫心这么重。没有，超人不会飞。你骗人吗？超人不会飞，不是我。好。好。后面的。周杰伦的歌《超人不会飞》。怎么唱？你会吗？中国的舞你都很难。今天的活动是带小朋友郊游野餐。并用相机拍摄自己的家乡风景，透过镜头让孩子认识家乡的美丽。哎，你们敢上来？后面有人吗？顶得住吗？顶得住吗？再到你了。如果一早起来的时候，像台乌狼那么大概那么重的东西，我也抬不动。自从被玉成老师捏的时候，就变这样。是啊，是啊，一条一条捏完就没事。这个真的很大力，不拉下来，不要这样。哦。你们刚刚爬上来辛不辛苦？辛苦。累不累啊？累。哦，你们爬了多久，知道吗？两个小时。这样子的登山活动是每一次都一定会安排，都会有让他们到户外的活动。这个主要目的是要让他们拍照，就是我们那个摄影课程，然后给他们相机拍照。那小朋友的反应怎么样？就像以前的。哦，其实他们就都还蛮想拍照，而且其实他们拍的都蛮不错的。你要拍美学校？啊？拍美学校？我要拍很美的。好，很美的。还好一点。你看到了吗？第三次参加营队的佑维很有耐心，脾气又好，很快就成了孩子王。小朋友亲密地称呼佑维内内或小内哥哥，把他当作老师一样尊敬。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是比他们更好的，就只是因为我只是带了一些知识给他们，可是就他们喊我老师的同时，我就知道他们都会用来当一个模范，然后就是会自然的想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给那个做好，然后就是给小朋友做一个榜样这样子。除了摄影课，营队还精心安排了体育、自然、英文等等课程，让小朋友们在寓教于乐的活动中，跟着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成长，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那台大生辅呢，他们来做的这些活动，啊，就比如说教小朋友摄影啊，然后画画，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生动活泼的活动的话，对，那这个都是我老师在平时在课堂上比较无法提供的。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些大学生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那希望给这些小朋友就是外面世界的刺激，那也希望跟小朋友不一样的改变。
当伙伴们睡觉时，又为还在电脑前和小朋友聊天，透过社群网站是他和部落孩子们互动的方式之一。跟小朋友联络就主要就也是靠网络 Facebook 这种，因为其实现在小朋友就也都在用，有些比较害羞小朋友就是看到你都不太敢说话，可是在 FB 上面就会讲很多。你们都会聊些什么？其实就可能聊他们最近学校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或者是现在在干嘛之类的。300公里的路程，海拔2600尺的高度，并没有阻断彼此的交流。这群大学生的真诚付出，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影响。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方向。小朋友这样跟你说他想要去台大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蛮欣慰的啦，而且就是小朋友既然有这个动力，有这个意愿，愿意就是那个继续学习下去，那我们就也可以提供他们更多帮助，就至少就不是我们逼着他们念书，而是他们自己愿意那个好好学习这样子。虽然睡的是木头地板，但这里的晚安曲是虫鸣，起床后是鸟叫，还有自然风做空调。跟平地的床比较起来，你觉得这边的床怎么样？可能就这边地板就稍微硬一点而已啊。在山上不会想东想西啊，然后很容易就直接就入眠，就不会说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睡不着觉这样子。因为在都市就是人比较多，然后比较拥挤，那在这里是很空旷的地方，那每天晚上都看得到星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所以说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是非常就是睡眠是非常简单的。是折棉被这个雅玲老师有特别要求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来服务别人，就自己的行为要做好。他们老师就希望我们起来都会把棉被折一下，然后让环境整洁一点。一大清早，又为用打拳来迎接美好的一天，也为功夫课做课前练习，拳拳到位，虎虎生风的模样。很难想象从前的又为其实有一段他自称的废人岁月。别人眼中的高材生又考上第一志愿电机系，但进了台大之后，又为却迷惑了。他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只好躲进漫画书中迷糊过日子。其实以前就只念书，就只为了考上所谓的好学校。然后进了之后，其实就反而也不知道做什么，就不知道学这些东西到底是要干嘛，就感觉就只是糊口饭吃的感觉。线上游戏搭配零食饮料。在外挂一双目不转睛的注视，在网络上杀得天昏地暗，完全不管课上到第几堂，这是又为另一个逃避的地方。他以前因为沉迷这个电脑网络，所以可能很多功课都有一点松懈了哈。那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他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我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他人，但是如果我自己这个学的不扎实，我怎么帮助别人？当初加入山辐社，只是为了体验一下山上生活的感觉，没想到这个好玩的出发点，却被山上孩子的心感动了。第一次上来，就只是想说就看看小朋友体验一下山上的感觉，可是就在跟小朋友互动中，就是小朋友。
对我们的情感就是很深，就是一种双向的，就是我们的话就也得到很大的感动，然后就变成有一种承诺，就是决定要下次要再来，然后再来之后就慢慢的就会开始想更多怎么让他们生活环境更好之类的。可是想要真的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并不是那么足够，因为自己还是个学生，然后就也慢慢知道其实念书就有很多意义，然后像我现在就是觉得念书我应该就是能够因为我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能够赚钱，其实我要先确保自己是 OK 的，然后我这样也才有更多能力，有更多余力帮助别人。对，就所以之后在学习上面就会变得比较积极。这一圈叫做六合拳，你先把手这样子拉回来，好，那你们手要放在腰这里，然后你就这样拉回来之后，要那个要吸气这样，然后这么一个动作。在热身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拉？教小朋友自己最擅长的功夫，佑维希望功夫能成为他们强身健体、磨练心智、保护自己的方法。不过一个大男孩的苦口婆心，孩子们又能学到多少呢？我这样拉出去就可以把他手给拨掉。练功夫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哦，哪里好玩？就很好玩。会不会很累啊？不会。不会啊，不会累。不会。那你觉得你要练多久才会跟小练哥哥一样厉害？有的晚上，早上要练两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跟小内哥哥一样这么会打了吗？会。所以练功夫要有恒心的哈。练功夫吗？我不跟你们说练功夫可以磨练心智吗？不然那个就是要慢慢来啊。礼拜天再教。你就直接右手打过来，因为是连续的。山福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孩子们却把佑维当成大明星周杰伦，他的一言一行也都深深印在小朋友的心中，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问我说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个服务，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因为我觉得人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如果能够服务别人，爱传下去的话，其实这种觉得就是人生的意义。然后小朋友就说，那他以后也要像我一样做服务。其实当下就还蛮感动的，就是觉得终于小朋友能够看到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天气好的晚上，把一些小事拿出来牵挂，大的事情放他一晚上的假。一样的晚上，有许多同样无聊的幻想。虽然无聊，却是很重要的啦。不知不觉，总是会让我想到你啊。那些一起看着星星的夜晚，有星星的晚上。这枫叶斑斓，把伤心的事千万别留下。跟着学弟明俊，佑维正在练习要表演的营队之歌。短短的两周营队，能为青春留下什么？在服务付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自己闪亮的一面。我在学校看他就是。感觉他就是废废的这样，但他其实就是很细腻到我就觉得有点意外这样，然后就是真性情的人吧，我觉得我这方面还不够，有时候我累的时候可能就没办法像他这样这么有耐心。Oh,
最后一个晚上的惜别晚会，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愁绪，有人湿了眼眶，有人红了鼻头，还有紧紧的拥抱，都是发自内心的不舍与疼惜。他在玩电脑、啊。应该。哎、欸，你最近有哭？没有。真的、啊，你没有哭哎、欸。一直笑，你们一直哭。你知道，你们一直用我们，我要怎么哭？最想念哪个大哥哥？妹妹。妹妹啊，就是他在这边才这样讲。山辐射今天就要拔营了。又为把握最后的时间，亲自到小朋友家中跟他们道别。对，别害羞。你知道哥哥今天要回去了吗？知道。那你会不会舍不得？不会。他舍不得李燕姐姐而已。是哦，那你舍不得谁？李燕姐姐。你也舍不得李燕姐姐。你说你呢？妹妹。我爱你，内内，感谢内内教我功夫，我祝福你健健康康，加油把歌练好。小朋友的不舍堆成厚厚一叠卡片，在孩子们的童言童语中，又为发现自己的离情正涌上眼眶，滴成了心中的承诺。哥哥这样念出来，你会不会害羞啊？不会，不会哦，真的。就在跟小朋友互动中，就是小朋友。对我们的情感就是很深，然后就是一种双向的，就是我们的话就也得到很大的感动，然后就变成有一种承诺，就是决定要下次要再来，然后就对，就可能就是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星星的晚上，让我想到你啊，曾经让我感动的那句话，你说每个星星都有个伴，再远也不孤单，就像我们永远在一起一样。